13号，最近正在紧张拍摄新剧《甜蜜暴击》的鹿晗，也是被自家工作室给甩出了一段他和小伙伴们踢足球的视频，穿着白色 T 恤带球过人的高速公路，真的是相当帅气啦。点球进得非常漂亮外，我们人帅心善的鹿哥哥之后还拿着美味的食物去喂了一只可怜的流浪小狗狗呢。流浪狗哎，对，流浪狗。善良的小鹿一定也会被这个世界温柔对待吧。芒果捞新闻，姥姥也想跟鹿哥哥一起踢足球呢。报道。